下楼无数声音，名在苏丹塞纳阿比丁大学求学的学生，今天一觉醒来，意外发现床下迎来了不速之客。一条重达10公斤的眼镜蛇竟然闯入了这名23岁学生的宿舍房间里，吓得他马上逃出房外，并叫醒附近的友人。有关大学的负责人随后即刻致电给民防部队求救，当局出动了4名消拯人员参与抓蛇行动。这条长达3米的眼镜蛇相信是从附近的森林爬入民宅，当局已经把蛇送往登嘉楼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，已将它放生野外。